贵那白花主贵族的结婚是一个非常特殊隆重，又是一个纯洁的女孩子，我们只要立秋千才有这样的盛会。那这两位基佬在唱的就是表现这个女孩子的纯洁。Oh,
成功该讲的很舒服。哎，很多个成功都舒服。哦，就那么从这里走。经理，嘿，我们会帮你们收椅子。哎。